对这男嘉宾印象挺好的，您长得也挺好的。你看我还合计担心你呢，你看你不爱说话，会不会影响沟通呢？咱女嘉宾还就喜欢您这一款，再接往下多说点话啊。嗯，好的。来，咱们利用一点时间呢，了解一下咱生活中女嘉宾是什么样子，看看她为啥喜欢您这款不爱沟通的啊。来看一下大屏幕。我叫王小波，今年58岁，跳舞是我的强项，是每天生活中最爱好的项目。王姐跳舞可认真了，跳的可美了，从来不喊一声累，从来不喊累，可认真了。从小我就喜欢唱歌跳舞，在退休后，终于圆了我的舞蹈梦。虽然有时练舞时也很累，但心里却很充实。除了跳舞，我还喜欢打扮自己，因为漂亮的衣服给我带来一天的好心情。而且我始终坚信那句话，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你是我要寻找的那一位吗？爱的选择，我来了。爱的选择，您来了。知道为啥喜欢您这一款吗？平常您属于太活泼了啊，现在就需要一个稍微能收着点的。您平常跳舞都在哪儿跳？像养老院嘞，哪个工厂哪个领导开会嘞？啊，是属于那种公益的慰问性演出。慰问性玩意演出。口说无凭啊，我们今天给男嘉宾也带来了一段短片，您看看啊，咱女嘉宾去慰问演出的时候是啥风采了。挺专业的，挺好，非常好，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。怎么样？挺好。您这平常演出是大概利用什么样的时间去？也就是5一来、10一来、8一来。